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读书道理，他说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一旦遇事便与礼相人无异，只缘读书不做有用看故也。我们经常也会这样，读了很多年书，像大家也是一样，读了十年，至少十年的书，对不对？十年的书，好像当我们真正接触到社会当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读过的书都是没有价值的，或者书好像跟你的生活是脱节的。这是什么原因？他觉得没有，是因为你没有把读书和生活很好的联系起来啊。那他给我们推荐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用的办法，何取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眼倦自私，使我欲此等事当作何处置。也就是说，看这样的史书啊，我们很需要掌握的一项技能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看到情节或者说某一个关键处的时候，你先不要急着往下看，你可以尝试带入到那个角色。眼倦自私是什么？把书本合上，然后自己呢想一想，如果我是这个情境当中的谁谁谁，我遇到此种情形我会怎么做。所以就是说，我们读书先不要急着往下看啊，那么等你想完了之后，然后再翻开对照一下书中的人物的选择和你的选择有没有什么异同点，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他这么做我是这么做。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会不断的磨砺我们的思维，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也就像身体的锻炼一样，如果你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锻炼，你也会退化。假设这个时候能穿越啊，你觉得以你的性格，以你的性格啊，你如果作为普通官员有几种选择，因为我们要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啊，那么再来对照一下书中人物的一个选择啊。我是一个普通官员，我会毫不犹豫的投靠秦国。所以当一个反贼了啊。好，王心凌啊，你怎么想？如果是普通官员的话，应该就是能退则退，就是不要跟他们啊，就是那个跟父母亲说，要不然就比如说割让一些城池啥的啊。这个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像同学刚刚说的，我站出来说我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对不对？还有一种官员是我可以不说，对，我可以不说，因为这是国家的事儿啊，我可以不说，可以不说，那我可以干嘛去呢？那我可能就是像同学说的，我可能就我也不是说要判，要去这个叛逃到底哈，但是我可能就是哎，收拾一下，准备好，随时是准备投入啊，打进来了，对不对？好，或者说至少我觉得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很多人他会选择保全自身啊，他什么都不说，因为说了可能就会有问题，说多错多。好，那这一刻他会觉得好像我不用说他。可是这里边我们带入到一个人角色，这个人就是一只狐，这个人叫一只狐啊。一只狐言于郑伯曰啊，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军，师必退，公从之。你会发现他做的选择跟我们刚刚同学的选择都不一样啊。首先他没有退缩，他选择站出来，站出来要给一个建议，那给的建议又不像同学说的是我自己亲自上战场，而是我选择了一个哎，推荐了一个人。那同学觉得这个举动怎么样呢？立战，你觉得这个选择怎么样？我不知道他那个一只虎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他是比较那种阴险的话，确实就是卖队友的钱啊，卖队友啊，哎，这个形容特别特别适合啊。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确实很多的人其实在评价这一点的时候就觉得，然后你自己不行，然后推荐了一个人去战场之上冒这个风险啊，感觉是卖队友，然后也因此有人拿这个来攻击他的名字，他名字叫一只狐嘛，然后就觉得一只老狐狸，一只狐狸嘛，觉得这个人很阴险。但是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隐含情节，我们或许不能够这样去恶意揣测一只狐的想法，因为他这里面其实非常非常有底气，他说了三个字叫势必退，对方的军队一定会退，这个一个充分的体现了他对一只对这个烛之武能力的一种认可，
就是只要他能够出来说，因为相当于我自己是没什么能力，但是我觉得主事务其实他是有能力的。好，那第二个，他一旦说出了失必退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哎，如果这个对方的联军没有退，先不管郑国会不会灭亡，哎，我郑国绝对不会放过你一只虎，对不对？因为你当时言之凿凿，相当于是下了一个军令状，那现在没有得到实现。好，所以这个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普遍的是沉默的大多数，就好像我们比如说。有些时候需要向老师或者以后工作了向领导提一个建议，很多同学其实是冷漠的，或者说相对来说你是沉默的，你不会去说的，因为你觉得好像我说了可能价值也不大，或者说我不说自有别人去说。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至少一只虎他站出来，所以如果从正面的角度上来看，他一定是心系国家，同时他沉着冷静，他分析过。这里边为什么说他沉着冷静，因为还有一个隐含前提，这里边一句话很简单，若使烛之武见秦军，说明他已经找到突破口了，一定要去说服的话不能说服晋军。晋侯因为刚刚分析了那两个原因都是跟晋国有关的，所以晋国才是这个杀意更甚的，而秦国他只是一个相当于目前只是一个帮手啊，所以哎，他觉得你可以去说服秦军。一只虎在他的漫长的一生当中，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历史上，有关于他的记录就只有这一句话，啊！但是光凭这一句话，其实就让我们对他这个人物的性格形象有了很深的认识啊！那试问，我们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句话呢？其实很难啊！所以这是第一重，我们带入到一只虎的角色。那第二重啊，我们设想一下，当晋国上下陷于危难之际啊，这个时候国君亲自来找你担当大任，如果你是烛之武啊，那时候带入到烛之武的角色，你会作何选择？胡梦倩，你有什么想法吗？我会答应。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如果我不答应，我的家人们可能都要死了。哦，就是因为国破家亡吗？对，而且我们都要去流亡。啊，好。而且百姓也过得不会好。好，哎，所以很有这种家国情怀啊，觉得如果我不站出来，不要说这个小家，整个国家可能都会灭亡啊，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站出来。那我们来看一看，烛之武他本人是做何选择的？好，他是接受了呢，还是拒绝了呢？哎，那我们要看到下一句，第一个词叫做辞约，说明他什么？推辞了。那所以一开始其实推脱的，和吕浩同学所说啊，也有点这种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但是你看一下他是怎么表达的，他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矣。你从这句话当中读出了烛之武怎样的情绪？你觉得他在表达什么？刘星啊，有补充吗？可能是觉得自己最适合的年龄没有得到国君的重用啊，那心里边会怎么样？就有点失落，有点失落，甚至说我们可能有一点点抱怨，就相当于，请坐啊。这句话其实说的就是，哎，我年轻的时候好像没有人来找我，有不如人，那现在我老了，也没有能力了，你来找我。可能我也做不到了啊，所以有一种失落无奈，也有一种小小的抱怨啊，有一种抱怨在这里边。好，那这里边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了解，好，就是烛之武他其实并不是说一直是隐姓埋名的，他在郑国其实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官职啊，那具体做什么官，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极有可能就是一个小官。那后世当中有一篇小说，当然小说它跟史实肯定是有出入的，它不是百分百准确，但是小说这篇小说叫《东周列国志》啊，那作者也是经过一定的考证啊，然后他推导出来觉得当时讲的是什么呢？烛之武干了
做的职位是干嘛的？你看他考成人也，姓竹名武，年过七十，七十多了，市政国为宇政，三世不迁官，做的是宇政这个官。那什么是宇政？宇政啊，他是以前负责干嘛的呢？负责养马的啊，养马。哎，那你想到哪个人也干过这事儿？哎，孙悟空，对不对？哎，所以他其实就是孙悟空的另外一个早年的官职哈，这个弼马温。好，所以他其实干的事儿很明显是一个小官，而且是干了很久，三世不迁官，干了三世，历经了郑国的三代君王，干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升官，所以他其实真的是终身不得重用，啊，那这一刻觉得还是很落寞的。年轻的时候，你如果知道我有能力，没有来找我，那现在国家危难了才来找我，所以我一开始其实不同意的。慈云，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转换身份，带入到第三个人，也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作为国君正统，你已经亲自来找夏水，就你已经亲自来找竹之武出山了，可是不曾料到开口就被推辞，而且话语之间能听得出来这个下属有点牢骚，而且不是很热情，没有像刚刚像公共建筑员一样啊这种哎义不容辞热血沸腾啊我们一起来怎么怎么样，没有。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国君郑国，你会怎么做？单同心啊，你有什么想法？我应该就很不爽，但是会去熊他。嗯，就不爽还是会去熊他。对，挺吃亏的那把啥的。哦，啊啊啊，所以也是这个先记在小本本上啊，然后回头我再跟你秋后算账。哦，很有城府的故事啊。如果是像同学说的，他当场就很生气的话，啊，郑国大怒，命左右立斩之。这是很多国君一上头很生气啊、哦！我今天屈尊降贵来找你，你还给我摆脸色啊！所以全文就结束了，我们后面都不用看了，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啊！郑国可能也就结束了，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啊，没有这么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做的。他说了一番话，一番话，好。周吴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矣。然郑王，子亦有不利焉。啊，首先是他称呼对方称呼的是子，带有礼貌性的子，我们说可以翻译成您嘛。那这个是代表一种礼貌。那关键是他是怎么称呼自己的？怎么称呼自己？寡人，在同一句话里边，他用了两个称呼，不太一样。要么就统一，就是又都用我；要么统一就是用寡人。那这里边你会发现你会读出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吴和寡人它代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好，吴不能早用子，吴代表的是什么？或者说寡人代表的是什么？什么是寡人？寡人大家应该知道，谁都可以自称寡人吗？不是，只有哎国君可以自称为寡人。寡人因为被称之为寡德之人啊，那当然是国君的一种自谦之称。那相当于这个时候他如果称寡人的话，说明他代表的是国君的身份，称吴的话是代表的是我个人的身份。吴不能早用子，说明他一开始觉得我没有过早的发现你，这是我个人过错，个人行为，不要上升到国家啊，不要上升到国家。那么但是现在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矣，但是我现在我向你认错的时候，我也代表了国家的身份，是寡人之过矣，所以希望您能够诚恳地接受。那么这一处你会发现他其实是非常诚恳，在道歉的过程当中也是很诚恳啊，也在主动地去揽这个责。那最后一句话就是一语双关的啊，有恩也有威啊。那么在这样重重的要求之下，那竹之武呢怎么做呢？所以我们到了第四重啊。